所以请合掌，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无上甚深本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心意，请奉掌。南无阿弥陀佛，主持道家法师，诸位法师。所以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因接着大家共修的发言，真愿来向大家报告：念佛愿成世，念佛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当然，诸佛如来圣号。拢可以令咱众生清净，得到行动利益。咱净严行者每天清净南无阿弥陀佛，目的就是为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菩提，这是当代利益。现在利益可以消灾免难、净福延寿，可以平安顺遂、福禄康宁。可以呢，灭度业障，降伏烦恼。清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教界三宝弟子真通常的修行。依是用依，生是往生，世是西方极乐世界。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用依的。看到这样的题目，念佛已成世，也许为人心中会起如此的疑问：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敢有遐尼简单？在十多年来，信愿四处弘法，不管在国内或国外，我经常听到人安尼讲。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遐尼简单。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遐尼容易啊！念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特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可能？我经常听到安尼的话，所以我特别甲注意讲，如果你来亲像我安尼，经常听到人讲这样的话。你唔在捌伫个心中思维即个问题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也是困难。如果是咱凡夫所讲的，不管是讲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还是讲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困难，无一定正确。为什么？因为凡夫所见。非常的渺小，凡夫所知非常有限，
因为咱无证悟真如，智慧无开显，所以看宇宙人生的真相非常的渺小，所知影真有限，所看到的真有限。所以念佛拢用这个方叫做世界，是容易，也是困难。唔是听凡夫讲，爱听佛讲。佛是一个地位究竟圆满的圣人，佛地啊，无所不见，无所不知。佛亲近宇宙人生的真相，地位究竟圆满，所以。在真如智慧讲出来法语啊，是以世间的真相符合如来者是真语者，是实语者，是如语者，是不共语者。佛所讲的话是如事实，如真相。诸位菩萨每天做暗课，一定课上《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教界上普遍的一部经典，不论修诸各种宗派行者，或多或少，必然课上《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一段经文是世尊叙述《阿弥陀经》的修因。这段经文就是《阿弥陀经》上重要经文。下流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起名号：六一日、六二日、六三日、六四日、六五日、六六日、六七日，一心不乱。既然你命中是阿弥陀佛，以助圣众现在即前。是人终是心不颠倒，这个往生阿弥陀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是你故说此言。这段经文叙述西方的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名号的道理，六一日至六七日的清凉，临命终的时阵。阿弥陀佛的一组圣众迎接这个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世尊以佛地看到如此殊胜的大利，所以才讲出这样的法语：我见是你故说此言。这两句阿弥陀经的经文看起来是真简单的道理，可是诸位菩萨，你勿好好啊冷静思维。我见是你，释迦牟尼佛以佛眼所见到你的是什么？就是头前一段经文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起名号，你临终彼阿弥陀佛，以助圣众迎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世尊的佛眼亲近这样念佛往生的利益，所以世尊才如此开示。但咱凡夫肉眼所看，不一定是事实，不一定是真相。为什么？因为凡夫的肉眼是众眼，众眼所看也是参真相。参事实不相符合，佛眼所见一定是参真相、参事实符合。所以佛所讲的话叫做圣言量。任何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天人、令道众生所讲的话，若参佛所讲的话违背，不依、不听、不讲。相同的道理，任何人无论圣人的凡夫、三乘的六凡所讲的道理，参佛所讲的道理相应，爱依、爱听、爱讲。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佛经跟我们说念无量经西方极乐世界是困难，那是容易。如果释迦牟尼佛说困难，咱就要认为念无量经西方极乐世界是困难。如果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念无量经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咱要认为念无量经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安尼才是依法不依人，安尼才是符合真相、符合事实、符合真理。因为佛经世尊所讲的真理是绝对事实、绝对真相，但是咱众生的依教奉行。如果佛经世尊无讲，咱就看有多一位菩萨或祖师有开示无？咱会当有这基本的认知。当然，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条菩提道路的修持，自然的袂偏失。因为在凡夫有限的知见之中啊，对造恶对了容易相信，对念佛解脱比较袂容易相信。在诸经之中，世尊讲了真多，杀人放火、作奸犯科，会对着地界受苦受难。这有合法的人，也无合法的人，拢真容易相信。可是在诸经之中，世尊也讲了不少道理，念佛、拜佛、修行、持戒啊、持咒、修诸六道万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得生。真多人唔肯相信。尤其念一句佛陀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烦恼有点凡夫理解，更是难信。所以阿弥陀经以无量寿经到了经文的最后，世尊既然劝信，指出念佛法门是难信之法，不得的劝勉疑心烦恼真重的众生破疑生信。世尊的用心非常的良苦，所以今晚向诸位报告：念佛易成事，念阿弥陀的圣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就是要纠正真多人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观念。因为太侪念佛人，虽然的每天虔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时心中唔敢肯定，念佛念个忐忑不安，念佛的念个呢方向不一。这里清源地台北树林中正高中举办百官斋戒，有一个老菩萨念佛念间的引导的墙壁地板啊，现出莲花，非常的舒畅。可是虽然你念到这样有感应，有一天莲花失去的时阵，伊内心就起这样的担心：莲花消失了，安尼我将来敢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伫临终的时阵，阿弥陀会来迎接袂？伊非常的担心，所以啊，伫个百官斋戒下课的时间，特别走来问我：“清源师，你看我念佛念到非常的感应，莲花现前，伊转工翕相起来，提相片我看，我甲伊赞叹：哇，菩萨实在非常的难得，你一定是足认真念佛，也是足虔诚念佛，啊，若无无如此的感应啊！”清源师，啊，唔过莲花现在消失啦，安尼我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未？真侪人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的担心。诸位菩萨，阿弥陀佛的真心妙相，是咱凡夫众眼不能亲眼目睹。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的，是咱凡夫众眼的不能亲眼看到。咱如果若无对佛经祖论的经论法义明白阿弥陀佛，了解西方净土，咱有可能对阿弥陀生出信心。
所以真侪人虽然虔诚念佛，但是对方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事，一定会非常的困难，而且认为根本无可能，而且呢，自我担心过度，因此啊，对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充满了惊吓，充满了过度，充满了担心。像来书地观经书来说，教导人具犯两种情形：第二，决定轻信法。第二，决定深信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接受众生，无依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像大师教咱正念的行者，如何信受阿弥陀四十八愿接受，无依无虑，无依就是唔怀疑。太侪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怀疑啊。无虑就是无顾虑，太侪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充满顾虑。我是一个凡夫，念佛的打妄想；我是一个呢业障深重的人，念佛会起妄念。安尼敢有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心理就是怀疑，就是顾虑。所以，真愿要向诸菩萨报告：念佛唔生死，我的目的就是要将你心中的怀疑、顾虑放下。你只要了解，原来阿弥陀的名号有100%的能力救度我这种念佛的大妄想的众生，安尼我何必来怀疑，何必来顾虑？内心的安心念佛。像大师在《观经疏略》所讲一个譬如，叫做离合别得路。也叫做信心守护路，其中呢，比如阿弥陀对行在彼得行者教法，汝一心正念定来，我能护汝，将不会对伊摧毁之难。汝对汝，就是这个行在离合彼得的行者，也就是诸位菩萨离我，咱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行在离合彼得对东方行向西方。对人间行向极乐，对三宝行向的净土。咱有听阿弥陀对咱悲心的召唤无？阿弥陀知影咱众生的疑心烦恼真重，所以甲咱讲：你一心正念得来，正念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一意称念阿弥陀的圣号，伫因地伫向果地。在痛苦人间，得向呢快乐的净土。我能护汝，我有能力保护汝，我有能力救度汝，我有能力呢接引汝。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向行在离合别得的行者讲这样的话？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有神通知影咱众生念佛，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充满了怀疑与顾虑，所以才会安尼甲咱讲：我有能力救度你，我有能力保护你，我有能力接引你。如果咱大家对阿弥陀的信心拢100%，阿弥陀明白咱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肯定的，当然阿弥陀就免去讲安尼话啊。所以，虔诚念南无阿弥陀佛，爱明白阿弥陀是怎样一位佛，爱了解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一个净土世界。那无咱要对阿弥陀，要咱生出真实信心，要如何一生坚信不变，称阿弥陀的圣号？要如何在这条菩提道路向前迈进，未停下脚步，甚至呢未枉费旅行？文化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无量寿经》释迦世尊解说法藏菩萨的第十八愿，也就是第十八愿成就文。世尊讲：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一念往生，自不退转，为令五业毁谤正法。诸有众生。闻其名号在前，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在后，
所以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就是对闻其名号三声，前因依后果，先啉水则解渴，先食物件则知己，先有闻其名号的助因，则得到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的后果。所以你想要打破心中怀疑，想要放下心中的顾虑，就要好好啊闻法，了解阿弥陀佛是怎样一位佛，了解我将来发心慧命安心立命的西方净土是怎样一个净土世界，而你心中不只会放心，只会安心，只会自在，成了阿弥陀的圣号诸位菩萨，你说对不对？当然。所以念佛以成世，这个道理你若无对净土的经论法语去深入了解，融会贯通，你绝对会起安尼想法，够遐尔简单。念一句了，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是容易，但是困难，不是听凡夫讲，听佛菩萨讲。所以下面千万要引用啊，22段经论法语，佛菩萨祖师大德的开始，向诸位报告念佛以成世的道理。首先，咱来看第一段文：佛说无量寿经言，生得无穷劫，以往离无念，其故不亦为自然之所堪。这首吉祥法语是世尊劝勉咱一心念佛修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世尊心中的感叹，感叹西方极乐世界是圆融之道，可是真少人愿意念佛求生。世尊的悲心充满在这四句话，咱好好了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道理。因为世尊在《无量寿经》向咱开始的道理，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啊。生得无穷劫，以往离无念，其故不亦为自然之所堪。生得无穷劫，即句就是讲，凡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速生果地，所以叫做生得无穷劫。今日因的凡夫离言，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真济往生的修行方法，念佛是其中之一。注意正好好呢，研究净土大师所著作的观经疏略疏，你就会明白原来观经所讲的三福：第一生福，第二戒福，第三幸福。修诸任何一福，为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接应。也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当然也接应。对48愿的立生三愿，第18愿、第19愿、第20愿离言，无论是方众生修诸任何立生三愿的一愿，只要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平等救度。第18愿因缘文：生我地佛，是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劫，若不生者，不出正觉，为令我业诽谤正法。第第18愿的因缘文有一句：欲生我国。第19愿的因缘文，第20愿的因缘文也同款有一句：欲生我国。立生三愿同样有一句。今日法藏菩萨发愿来讲，希望十方的众生，无论修第18愿、第19愿、第20愿，拢发愿求生我的国土，
所以叫做欲生五国。第十九愿因缘文，生我地府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五国。临寿终时，家令为大众，为了献给人间者，不出正觉。第十八愿的修因，与第十九愿的修因不同，六同款。发众菩萨不需要发两愿，发一愿就好。对，因为不同，所以要好。无同款的众生修持无同款的行，安尼才会当咧。以任何法门来启用任何见性众生。第二十愿因缘文生我地府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过随者不出正觉。第二十愿的因缘文也有欲生我国之句。第二十愿与第十九愿的修因也无同，那同款法藏菩萨无需要发两愿，发一愿就好。法藏菩萨为何要发立生三愿、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第二十愿？就因为众生虽然经行千差万别，无离开这三类的众生，自力修行、利力修行、他力修行。正定住自己，邪定住自己，不定住自己。以念佛而言，众生念佛的心态也无离开这三种：自力念佛、利力念佛、他力念佛。所以，无论你专修根据第十八愿修持，或者十修根据第十九愿修持，只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拢绝对接应。所以。行道无穷极，一句话，你好好对了生三愿的因缘文化全部三法愿的本意去体会，你绝对非常赞叹。七家世尊的开始，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行道无穷极。西方是无极圣道，阿边咱的应用加在大师的净土论的开始咱今日讲未着。后会可能在讲到以往李武林这句话注意到其在心因为这个世尊在无量寿经讲西方极乐世界是以往李武林以往的用于往生用于往生不是别人讲的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所以依法不依人李武林是世尊的感叹世尊的感叹性缘能够体会，为什么？我是一个算法的人，我拢每一届无论甲倒一个道场，讲经算法，拢有一种盼望，就希望听经闻法的人愈济愈好。因为愈济人听经闻法，愈济人念佛，就愈济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间的愈少三界流浪里，西方极乐世界的愈济快乐的菩萨。如果你听经闻法的人，是真济，难免我那会感叹啊，我是足含慢讲经说法，所以无啥人要听啊。也是我过去无参人结法缘，所以听经闻法的人无济。所以世尊的感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这样的心情，我能体会。咪讲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注意看到阿弥陀庄严的圣像，所看大部分是徛立接应像，徛立像是接应像。这相是说法相，所以菩萨阿弥陀佛手持莲台，垂手接引，为何是徛立？为何不是坐呢？你要了解阿弥陀佛接引相的表法，读善导大师的《观经疏略疏》，你就明白阿弥陀佛徛立接引表法的意义。就大师的《观经疏略疏》讲。这个佛要接引众生的悲心啊，非常的急切。对众生来受生死苦难的时阵，不忍众生多受一分一秒的苦难，
所以徛伫遮面众生会当呢迅速立即，像大师伫《观经疏勒》所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立初即成。立初即成就是徛伫呢面遮面众生会当呢随行。如果若坐呢，要救度众生，爱搁起身这个动作，又搁加慢了一秒钟啊。佛的悲心就如此啊，诸位菩萨，你能对阿弥陀庄严加印象，天为阿弥陀救度咱，不忍心咱多受一分一秒的苦难，只有你天为着阿弥陀的佛心、佛愿、佛号，你哪会袂老实念佛？一定虔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愿，发了48愿，愿愿的以本愿名功德十方众生，阿弥陀佛修行完成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不可思议的愿行功德，经过五劫思维发愿，经过不可思议调在应劫的功修六道万行，不可思议的愿行功德，用这么长久的时间发愿修行，所为如何？为了什么？当然为了成就佛号，有绝对救众生的佛力。如果若无成就，绝对有救众生的佛力，纵然有慈悲心，无能力救众生，也是当然。诸位菩萨，你我虽然是凡夫，为的出家众的在家众，对众生的怜悯，可怜众生的死难，是真慈悲发心呢，为亡者助念开始，也是帮助一切困苦的众生。可是凡夫呢，往往呢会感受到要讲到众生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你呢经常呢受到人邀请甲病去探望病人，看到有的病人受这个医生护士的真的脚手拢白掉咧，身心受真大的痛苦。咱想要帮伊，都感受到实在心有余力不足啊！为什么？咱无神通，无智慧，无道力，咱无法度亲像佛菩萨，加持众生，免除众生的苦难，无这种本事。所以要成就别人之前，当然先成就自己。犹如一个老师呢，要有学问，要有学识，要有学历，教导学生，伊爱先去自我自救，先好好啊做好学生，求学问，求学历，求学识，教能力的做老师，教导学生，同样的道理啊。阿弥陀为了要有绝对的能力，128当救度十方任何一个凡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发愿修行，成就不可思议的愿行功德，成就了六力果号，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佛的名号有佛要救度众生的愿力，愿力大大到什么程度，咱要去思维无？像大师在往生礼赞讲一首吉祥法语，弥陀信息如金山，上恶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忘功业，当地本愿最为强。在因地叫做本愿，在果地叫做名号，因缘果号，在因地叫做本愿，在果地叫做名号。所以信本愿称名号，心信靠称，内外一路心靠一地，这就是一个真实无我信仰阿弥陀佛的行者。可是真济人是心疑靠念啊，虽然呢，虔诚观了佛祖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遐简单？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可能？当你讲出哪有可能，哪有遐简单，这样的话，不就是代表你对阿弥陀能力的否定吗？想想的不是这样吗？冷静再思维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跟他念一句佛的地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很容易。诶，当你这一句话讲出来，你不就是对阿弥陀48愿第18愿的否定吗？第18愿的因缘文化中菩萨如此悲心的发愿，讲
圣我丢十方众生自心性乐，若圣我国乃至十业，若不生者不出正觉，为第五劫非谤正法。你把第十八愿的因缘文读一百遍，第十八愿因缘文高古每一句为四字，四九三十六，三十六个字，你每天念一百遍，然后逐天用一点钟好好去思维法藏菩萨。为什么要发第十八愿？法藏菩萨发第十八愿要救的众生是不是我？法藏菩萨发第十八愿是用什么心发愿？伊发愿的时阵的地位是如何？是凡夫发愿，还是菩萨发愿，还是成佛的再来临道家诸旁发愿？伊发愿是用真心发愿，还是用假心发愿？是用智慧心发愿，还是用意识心发愿？你好好去思维，你就袂安尼遐尼啊随便讲出，念一句佛陀南无阿弥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遐简单？你就不会轻易讲出对阿弥陀否定的话出来。为什么？因为这句佛陀是一支光明会啊，一支弥陀光明会，化成顶罗最高心啊，从今拍出三界狱，十方自在无碍念啊，一句佛法。可以把一整座山的草木焚烧殆尽了、啊，你相不相信？当然相信了、啊，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你来看电视，每天报道，上个月美国加州发生大火，啊，加州的州长就是阿诺，阿诺啊。在加州呢，当州长呢，对这一场大火很尽心尽力的扑救啊，终于呢扑灭了。但是啊，很多房子啊，甚至加州的很多山林啊，被这一场大火焚烧殆尽了，啊、损失的财物啊、财宝啊很多。阿弥陀是一支光明会啊。一当众来还有众生的所有的烦恼业障，我们有没有去想这样的道理？无明的烦恼犹如呢千年暗室啊，阿弥陀佛的烦恼犹如呢一点剪辑啊。这个暗室里面已经黑暗了一千年了，你进去这一间暗室呢，把电灯的开关打开。灯来要不要经过一千年才光明起来？要不要？爱不？当然免啊！电话来的当下黑暗的消息叫做明来暗去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启用的光明破了吗？妙好是法体，光明是妙用啊！我们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佛号是如何发体起用？我们有没有去想过？第一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的发体有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的文字上有阿弥陀佛庄严接引的接引圣像，那有体有相，一定有用吗？体相用因缘果事理，这八方面用这一句名号如何来解释？你捌去想过？唔捌，你都唔知影讲这句名号伫你清净的当下，阿弥陀佛体起用光明破了，灭掉你烦恼无明，因为你凡夫障碍不能清净，看不清这样的事实真相，当然你的怀疑、你的过虑、你的不安，所以你会讲出这样的话，哪有可能念一句佛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够很简单？这样的话你就会讲出来。如果你像佛菩萨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甚至成佛有佛眼，看到十方的众生有很多人在念佛阿弥陀放光摄受他，让他的业障啊慢慢在消除，慢慢在减轻，你都不会恭敬因为畏。如果你还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你把净土圣贤录、把佛祖统计、把往生集这一些的记载，念佛往生的传记，一个一个的实例好好去看嘛，你就会把对阿弥陀怀疑的心慢慢的降服。
亲眼看见往生的实力至少超过2000个。如果你看不到20个往生的事例，你怎么会对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信心？经络经论我看过，那个对头卡贴光起来超过我的身高啊！如果你不曾看过一本净土的经论，没有从头看到尾，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你怎么会了解阿弥陀佛？你不了解阿弥陀佛，你怎么对念佛有信心？不可能嘛！当然你就会这样怀疑，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那么简单？因为这样的话我经常听人家说，世尊在无量寿经跟人讲，愿往离无量，依佛愿力愿得往生。好，第三段文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所开示的，我们先来佐证啊，依佛愿力愿得往生的道理。今时愿往生者，并是一切道化众生起慧愿呀。但能相尽一行下至杂念，依佛愿力无不改往，故名愿呀。有没有看到啊？像大师讲的啊，像大师是阿弥陀寺的这传记所记载啊，像大师讲的话，无值得咱相信吗？像大师讲得非常的明白，这样的开示没有很艰深，没有很文言文，没有让人家看不懂，无啊，依佛愿力，无不改往，故名伊啊。像大师伫往生礼赞讲。人民的世尊本法深重世愿，一个名名和念法十方，但是信心求念，上至一行，下至十声一声定，依佛愿力愿得往生啊！有没有看到？最后两句话铿锵有力，简单明白，不讲个言之有言，也不讲个妙之有妙，也不讲个非常艰深。也不讲得非常文言文，让我们呢怎么体会都体会不到，让我们怎么呢了解都了解不到，没有啊，讲得很浅白啊，依佛愿力愿得往生。所以这个世尊所开示的，像大师所开示，拢是讲同款的话，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依佛愿力愿意得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个不业为自然之所看，这两句话在形容愿望的道理。几个不业为啊，西方极乐国土不业为任何人念佛往生。上主顶个菩萨，下至地下的众生，任何上生下凡之人，只要念佛。只要修诸功德，只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拢欢迎。也就是阿弥陀的愿力，因为历尽一切众生第十八愿最后两句话，为令我业诽谤正法，咱一定会安尼思维。因为圣愿也无对净土经论亲历之见，我嘛是安尼认为，我也安尼认为是错误。咱就认为讲，一个做恶业的人，一个做邪恶的人，众人念佛嘛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太多人这样理解第十八愿最后这两句话，唔对，这样的理解，参法总菩萨发愿要救度众生的愿心违背，因为法总菩萨发愿的意思唔是安尼啊。你要详细了解这两句话，你无去读《圣道大师观经书》的所有开始，你也真难明白。原来这两句话就是方便一解话，亲像父母对恁的教导子女同款，笑面笑话。你们要好好读书哦，好好用功哦，不可以呢去飙车吸毒，不可以去杀人放火、哦、如果你们为非作歹啊，妈妈就不煮饭给你吃哦。结果你的小孩子不听话，把你的叮咛当作耳边风，真的就是去飙车吸毒，真的就是杀人放火，当妈妈的会不会给他饭吃？会不会？会哦，你实在是足足比的妈妈，当然会。这就是方便业主的话，就是讲你也未作恶之前，叮咛你、交代你莫作恶啊！你若作恶，我就无要救你哦。你若作恶业罪、杀人放火，我无要救到你哦。
你若贪老命、贪老母、贪阿罗汉、出了新的破恶精，我无要救度你哦。对还未做作的人，你个方便禁止所开始的话，对已经做作的人，两人慈悲立处，你去看《圣严传师》《观经书》了，所会开始。佛实在真慈悲，高明多怕无怕。那结果不认为在拉住阿弥陀愿力，对任何一个众生无放弃。自然之所感，自然这两字在无量寿经呢，出现了非常之处。自然就是阿弥陀的本愿，殊然阿弥陀的本愿，在名号对是方念佛人绝对救度。所以，咱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比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的愿力。救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我说了一有一点口渴，我喝一口茶。啊，我们之前是常住啊，为我准备这一杯茶，喝起来非常的甘美。饮茶啊，自然的解渴，自然这两字对饮茶来讲，按照解说。茶水的自然力量使得我喝茶的人解渴，对不对？是因为我喝茶的功夫很好解渴的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茶水的自然力量让我解渴。因为茶水本来就有解渴的功能，吃药也是如此。头疼，头疼免抓灵紧吃空饼灵，空饼灵吃了啊！空饼灵有效，舌头较疼，停止啊，止疼。唔是吃空饼灵的功夫真好，止疼啊，是空饼灵有止疼的功效啦。如果唔是吃空饼灵呢，是啉白滚水都袂当止头疼。万事万物各有其用，佛号的作用在哪里？是念佛的人自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自然就是混合有阿弥陀佛的愿力自然啊。当你念佛的时候，阿弥陀的光明射受你。可是你一定要这样怀疑啊，我没看到阿弥陀佛讲教呀，没有错啊，不止你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凡夫众暗虽不见，大悲无关相教我。这是观世音大师说开解能够位啊，我们凡夫的障眼看不到的实在太多了。阿弥陀的光明对咱的教养，使咱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大师啊，对引用离无人的解说，解说了真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报托的人真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化托的人真多。为什么？因为念佛的行者对阿弥陀建立真实信心的人真少，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报脱的人真少。龙树菩萨呢，在十住比菩萨论易行品的讲一首吉祥法语啊，六人众生因疑者花不开，信心清净者花开即见佛。前两句话讲，疑心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苞之类。信心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苞之外，清水菩萨，你我同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苞之内，也是莲苞之外之内哦，之内就是疑心念佛的行者，在莲苞之内的就是别话头来变。无量寿经记载啊，非常的清楚，念佛有疑心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伫呢七宝经典内底，也就是莲苞之类，所以经过五百年，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声闻圣众，也就是不能见闻三宝啊。安尼你要念佛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莲苞之类，也是之外，之外。这样的道理，当然你要把《无量寿经》的经文读得很熟，深切的体会念佛的因果，才能了解。那对于世尊的《无量寿经》所开示的
这首吉祥话语，圣道无穷极，以往力无能，机构不业为自然之所堪。咱可以明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这阵宽免咱一心一意修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伫这首吉祥话语下面一个另外四句：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惜极良心，受乐无忧极。最后这四句经文我没有把它打字出来，但是这是世尊对我们劝勉，以往咱好好修行求生，就容易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在《大宝积经》记载，世尊普王正元大王临终的时候，世尊的唯一开始扩空无穷无我的道理。在《大宝积经》记载，世尊为普王正元大王参七万的释迦族族民受记东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在观经为韦提伊夫人及五百侍女受记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在启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世尊是一个上有孝心的圣灵，鼓励自己的父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鼓励自己的族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好好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到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光寿无量，不就是世尊劝勉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族民，那以及佛弟子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咱那一心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世尊的宽勉当然的在落实众生的心上，那世尊的劝勉就能够让我们依教奉行得到往生的利益。只要能依教奉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这样的道理，咱可以对佛经做论明白，我们慢慢的探讨，希望让大家对念佛升起真实的信心。好，时间到，用注意报大家，就大家一心念佛，奉行佛国，南无阿弥陀佛。